欢迎秋妍，新专朋友啊，大家喜欢萌兰的长情陪伴大摸摸的可以加加关注。嗯，对，自带流量体质，萌兰就是干的干啥就是引领潮流，是不是？是吧，身上有个小屁垫啊，一个小屁垫，人家萌兰是不是就把这个屁垫的给卖脱销了。大家长情陪伴大摸摸的啊，走走关注，感谢所有大们喜欢萌兰的加加关注。嗯，大家可以点一下主播头像右边小黄心，加一下粉团，亮一下灯牌。那你看一下，要捞一个什么，萌兰捞一个什么。哎呦，又一根粉，摸摸佛上线了啊，真的很可爱。坐在这儿真像一尊大佛一样，是吧，普度众生，迎来送往。我们都是膜拜者啊，我们都是追光者。萌兰本身就是白得要死，对，黑白分明。他只是有时候他就不洗，他就脏脏的，自己造的啊。人家萌兰奶爸给他一擦脸一洗，咱就是白得要死啊，白到发光。对，咱那个体质在这摆着，实力在这摆着啊，他就是这种白嫩的体质，都很爱，是吧？嗯，好的，蒲香姐。哎呀，这小牙吃的，这个角度你看萌兰这个国泰民安脸多圆，啊、嗯，这大圆脸。他要不咀嚼的话，他咀嚼的话，脑袋上还有个小尖尖的啊、嗯，你看了一个小揪揪，小尖尖。短嘴筒的，你看这嘴筒的多短。啊、嗯，所有的这一切成就了我们萌兰的颜值啊，就是绝美。盛世萌兰，啊，要上铁王座了，咱们要上铁王座了，咱们。